喜欢你我也是 CU 直播，王贝出现在嘉宾席，还留言让 CU 唱个歌。贝贝突然离开又回来后 ，CU 还调侃王贝贝不用打工了吗？下班了。看到两人的互动，不少网友表示磕到了。但是此前根据爆料 ，CU VB 是 BE 的，到底有没有在一起？迷惑了。